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7月4号，星期六，农历是5月14。好，那么这个星期天呢，就是5月15，是初十五啊，所以大家多多的烧香，多多的念经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师傅。哎，你好。请讲。师傅，请看一位2010年属虎的女的，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。2010年。啊，10年属虎的10岁的小女孩。哦，她头上有灵性啊，哎，颈椎上也。她头上有灵性啊。颈椎上，这个灵性在头和颈椎这里，嗯。哦 ，OK， 师傅，她说她可以看她菩萨跟灵性啊。就是身上，然后他有些叛逆，他身上有，就是因为有灵性，所以才看得见，又不是他看见的，是他身上的灵性看见的呀。哦，明白。那师傅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先念82张吧。嗯，82张 ，OK。好吧。他是不是魂魄不齐呀？对呀、啊，你说说看，灵性在身上，魂魄能齐不啦？好，他母亲现在有一次帮他啊销魂。然后他2岁的时候，他母亲也有找通灵人给他看。哎呀，不要去玩呐，通灵人，哎呀，我就不能讲了。你这找通灵人们就下去了呀，听得懂吗？好好好，你一找通灵人，他帮你把个你的名字，什么牌号，啊，在他的那个神台上一叫一唱，怎么一叫好了，接下来你的名字就在下面。所以你动不动就要发神经了，嗯嗯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，但师傅就针对这个86章来念就对了，是吗？先念吧，念求观世音菩萨保佑，能够消除业障，好吧？好，明白明白。但师傅他的父亲给他念的小房子质量如何呢？还可以的，蛮好的。还可以啦，嗯，这样好。师傅看啊，一个亡人就是叫黄连心。黄色的黄，莲花的莲，心灵法门的心，今年2月份往生的同修的外婆，同修的婆婆。黄莲心啊。黄莲心。三横王啊。而不是黄色的黄。黄莲心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月2号2020年，今年2月份，给他烧了100多张小房子。嗯，不错的。遇见天了，嗯。遇见天了，这还需要小房子吗？再给他念吧，再给他念49章吧。49章，那师傅还可以多看一个亡人吗？讲吧。像叫卓万成，就是卓越的卓，万字万事如意的万，成功的成，卓万成。姓卓，卓什么叫卓？卓越的卓，卓越的卓，就是上面好像一个上，然后一个手的。是不是竹子的竹啦？啊，卓叶一个意思。什么叫卓叶啦？竹叶是不啦？竹子的竹啊。就是好像一个上一个早，早上的早。一个上一个早啊。啊，对，好像上面好像一个上，然后下面一个早上的早，是读卓叶的卓吗？啊，姓卓。啊，卓万成。万就是万，成呢？啊，万是1万2万的万。成。然后成功的成。卓万成。男的女的？啊，男的，2017年亡生，他是密闭而亡的。给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他总共烧了250张的小房子，他生前是有念经的，但是是修其他法门，是同修的先生。我知道，他已经下去了。嗯，在地府呢。还在地府啊？但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他是男的是吧？他是男的，对，他是男的。你问问他老，他往生的时候69岁。你问问他老婆们就知道了。在修其他法门的时候，对某一个人也是关系很好的。啊，是。对另外一个佛有关系很好，嗯。哦 ，OK， 好。听得懂吗？这叫知法犯法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明白明白。好了。下去。那师傅他在地府还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？120。嗯。他现在在地府啊，哭啊，他现在就是悔恨呐，来不及了、okay. 啊，悔恨呢、啊，
所以我就跟你们说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有很多学佛人学到后来就修偏差了呀。嗯，明白了。明白了吗？像师傅，他就是需要念礼佛吗？就是他太太需要给他先生念礼佛吗？礼佛给他念108遍，要的。108遍，好。师傅，你还没有开小房子，不好意思。小房子啊，小房子。对，是。小房子120张。120张，好。那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他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，再见。喂喂喂，师傅，哎，台长，哎，你好，阿弥陀佛，谢谢谢谢，吉祥师傅吉祥，嗯嗯，我想请问两个人的事情，讲吧，好的，一个是2014年10月5号往生的那个梁春生，你用不着报。啊，对对对，因为你报名字就可以了，报名字。他走了。姓梁，男的是吧？梁，哎，男的，梁春生，就是那个梁山白云台的那个梁，春天的春，生活的生。梁春生，男的。啊，在阿修罗道，阿修罗道啊。他这个人，他这个人呢？生前啊，人是蛮好的，但是呢，他比较脾气比较急呀、人有点好斗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是是，脾气很脾气很倔的，明白了吗？是是是是是有点好斗，是有点好斗的。好吧。是是，但是这个人生前的时候是一个修行人呢。修行人，修行人就是有毛病才去修的呀。这样哈，你说哪个修行人身上没毛病的？你告诉我呀。是，就是有毛病，一有毛病的人才去修呀。你说哪个人没毛病的？只要是人就有毛病，听不懂啊？是，台上还有一个人叫李锦绣，叫木子李，锦就是锦绣的锦，秀气的秀，张光秀秀，什么时候走的？2019年年初。李锦绣。啊，这个人厉害。真的？啊，这个人厉害啊！哦，这个人，哦哟，哎呦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已经，哼，已经，应该已经超出那个超出六道了。超出六道了，在哪里？成佛了？不，你以为超出六道都是佛啊？声闻道、缘觉道啊？声闻道、缘觉道。哦，在声闻道、缘觉道，那很不错了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刚刚上去都不是菩萨，听得懂吗？知道了。好了。知道。还有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不是这些事情。师傅，我没有拜，我没有拜过师，我可以就是认师傅吗？你没拜师吗？你先写个申请呀。好吧，那我是在悉尼的，我想你拜师。你要拜师吗？你先跟他们要一张表格、啊，等到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嘛，再可以拜师。可以等到先批准，至少你自己先要念经，因为你不念经的话，你自己身上有很多的业障就会出来。师父跟你讲，你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你的图腾了，因为你的肠胃很不好，你的关节很不好。是啊，还有啊，你缺钙呀、缺钙呀、你的牙齿都不好啊，听不懂。是的，师傅，我这真的那牙齿太不好了。现在知道了不啦？好好修、啊。关节很不好，而且你肠胃很不好，而且你一辈子你对人家很好，人家到最后都不会对你好的。说没办法，我是修行人嘛。哎呦，还美其名曰修行，就说明你来还债的，听不懂啊？是，我是还债的，啊、我知道，我欠了人家很多。好好修啦，听师父的话，明白了吗？你在悉尼，你就到我们的那个观音堂去。啊，在那个佛教协会观音堂，你去问他们拿个表格嘛就好了，好吧？好的，师傅。好。
那就这样了。好，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师傅吉祥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您好，卢台长吗？是啊。哈，太感恩了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咱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终于打通了。哎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已故的亲人，我想问一下我的先生叫什么名字？2019年去世的，叫陈建强。陈，耳东陈。啊，对，耳东陈的陈建，健康的健，强强大的强，感恩您。非常好，你已经把他念到天上了，天道。嗯，他在天上，昨天我又梦见他了耶。嗯，我差不多念了200章了。啊，天道。台长，您还记得吗？去年我打过一次图腾的电话，您叫我问您多少张小房子，您说130张，我一总共给他送了200张了。对呀，啊，在天道了呀，已经告诉你了，在御界天啊。感恩感恩感恩，卢台长，太感恩了。啊，我想再问一个忙，就是我的父亲乔启才。乔。我前几天我又梦见他了。叫乔什么？乔启才，就是就是喜是欢喜的乔，乔丹的乔，乔丹的乔，喜就是喜欢的喜，才人才的才。没有木字边旁的吧？这个乔。没有木字边的乔，啊，对对对，知道了。啊，是2017年，2017年8月17号的。才是什么才？才是什么才？才就是人才的才呀。啊。啊，乔喜才，2017年8月17号走的。他不好。哦。他不是太好。他还在。是啊，您上。他还在下面。您上次看图腾说他在地在地狱，那现在在哪里啊？喂，我在看呢，在看呢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感恩。他还要受苦大概7-8个月吧，才能到阴间呢，到中阴身。哦。他还有7-8个月要受苦，他是杀业还是不知道是什么？对，他以前曾经是做那个捞鱼啊，就是做杀生行，做了很多年，做了20多年。哎。自从我结婚嫁人了之后，他没有做这个行业了。哎呦，完了。怪不得他在地狱里面对杀生太多，受很多苦，受很多苦了。嗯嗯，听懂了吗？前对呀，啊，前天我梦见他开摩托车带我，他问说问我还有多少钱，我说没有多少了。看见了，他说他开摩托车拿去带我，他有拿几万给我，他有几万拿给我，开摩托车带着我。他给你东西就是叫你赶快给他钱。哦，好，听得懂吗？他这个是，他是在下面还在受苦呢，偶然的出来问你要钱的，他请假的。哦。否则你见，否则你做梦做不到他的，听不懂啊？知道，感恩您，感恩您。啊，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我还要给他念多少章啊？至少108章。嗯。好的，谢谢。我再是问一个王源。就是我的姐姐乔霞，她是意外死的，就是被霞是什么霞？乔霞就是红霞的霞，她经常在我的梦中。她是2008年去世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她在阿修罗。她去了阿修罗道啊。嗯，但是她前活着的时候跟观世音菩萨蛮有缘分的，嗯。哦，那我。是不是我给他送小房子，他去了阿基罗道啊？是啊。嗯。哦，那麻烦您。他现在还有观世音菩萨在护着他，只是说他现在走的时候，哦，他有些在人间很多的事情不如理不如法，但是他是过去到人间来的之前，他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分的，他是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了，哦，迷失自己的前途了。太感恩您了，太感恩您了。好了，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姐姐，我还要需要给她多少张小房子？68。嗯，68张，好的，谢谢。啊，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有一个很精进的师兄，他问我，叫我打通电话来帮他问一下他的莲花，他的莲花是10010。100什么？10010。最后一个什么字啊？
10010。零是吧啦？对对对，10010。这个人真的很精进，这个人很厉害的，这个人莲花、啊、莲花在天上白的漂亮的不得了。嗯，是啊，他很精进的，非常精进，很好。对对对对，好啦，嗯，好了。哦，你台长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念经的质量可不可以好吗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1979年的。属什么？属羊的。嗯，还可以，你念经还可以，念经还可以，谢谢，你谢谢，你还有业障啊，你还有感情债啊，自己把感情债还要。谢谢谢谢，还要念姐姐咒。一定会精进努力修行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，好了，感恩您，感恩您，谢谢，太感恩了，嗯、非常感恩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师傅好。哎，师傅好，请讲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哎，讲吧，说吧。我自己一直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啊、嗯，请师傅看我的身体，我是1961年属牛的。1961年属牛的是吧？不好啊！哎呦，的你的腰背非常不好。腰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腰很不好，肠胃也很虚弱，你的心脏，是的，是的，心脏也胸闷呐、啊，经常胸闷不好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哎，是的，还有你的颈椎也不好，脖子啊酸痛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自己还有啊，这个。哦，我的师傅啊，我的左腿上有没有灵性？需要多少小房子？啊，有个老太太披头散发的，很不好的，过世的老太太，鬼啊，在你身上，听不懂啊？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一个老太太披头散发的，在你头、哦、在你身上是白头发，前面、哦、前面的头发有黑白的，后面全部都是白的。你有没有？你的婆婆还在不在啊？婆婆还在不在啦？哦，在呀、啊，都在呀、啊。那么有没有老人过世的啦？嗯，过世的是我爸爸跟我公公过世了，我婆婆跟我。跟你妈妈都活着。我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呀。喂，她要搞你呀！哎，房子里。她要搞你呀！听不懂啊？赶快给她念小房子啊！69章先念。哦，好的，那怎么洗呢？洗我自己的妖精者还是怎么洗？你自己的妖精者呀。他在你的腰上，而且、哦、而且你的妇科也不好。好的，你的妇科。哦。听不懂啊。哦、我的妇科已经做过手术的。对啦，就是他弄的呀。接下来他现在要弄你心脏了，你再不还清楚的话，你就心脏要做手术了。我讲话你听到没有啊？哦、那我那个需要做手术吗？你现在赶紧让他离开了吗？你给他念掉了之后，你还就不要做了呀？你现在不念掉，他再搞下去，你不要做手术的。你现在每天早上，哦、你现在每天早上手发麻，你不知道的，手脚冰冷，你不知道的。嗯，手脚我睡晚上睡的时候手脚是很冷 的。好了，还不知道啊？师傅，这个，嗯。心脏血脉，那我不一样是690张小房子。你许了多少张了？690张。690张，可以的。你念690张，就给自己的药精怎么就好了？哦，好的好的。我现在许愿是20000条鱼，1000个甲鱼。你现在几岁啊？我帮你看看有没有放生，有没有延寿？嗯，1961年属牛的，59岁。好像你没放足嘛。鱼是放了，甲鱼好像还没放好。我好心、啊、甲鱼放掉多少只啊？甲鱼放的，我明天99，明天15嘛。我上次放了49只。我刚鱼呢？还是鱼放了多少啊？鱼明天5200，也上次放了1200。你现在59是吧？嗯，是的。我现在至少给你，对对对对，我至少现在可以看到。不一定是完全是延寿，但是至少我可以看到你到69没问题、啊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、嗯。好吧，好了。我什么原因导致有这些业障呢，师傅？什么？我属牛的。哎。我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业障？
什么叫再许一张啊？什么叫再许一张啊？在水一方啊，唱歌啊，在水一方、啊。什么原因导致有再许一张？什么原因导致再有再许一张啊？最后四个字是最后四个字是什么？什么原因导致再许一张？啊，这些业障，哎呦，这是啊，对不起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导致在水一方呢？我以为，怎么样导致的？两个，第一个掉过孩子，啊，这样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过去有过接触过通灵人，这样，啊，以前吧，以前很少，听懂了吗？还没闻到那个，啊，没闻到佛心灵法门之前的。听懂吗？嗯嗯嗯，还有啦、嗯、听懂自己也有过杀生啊、鱼啊什么东西啊，家里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我一定要改，一定我现在你赶快改了、你要记住，我知道师父讲你的几个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了，一个嘛就是多念一点姐姐咒、往生咒、然后嘛多念一点心经、开开智慧，因为你过去啊没有脑子啊，所以你做错很多事情啊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、没有智慧做成的，听不懂啊？嗯，听懂，我出来，我忏悔。好了。我今年三月份以前一直在观音堂护持，有没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？还可以，护持观音堂没问题。嗯，好的，好吧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嗯，我真心想要好好修，请师傅指点哪些要毛病，我会彻底的悔改。哪些毛病嘛，就是要多念经呀、思想不要乱想啊，嘴巴不要乱讲。就是杂念太多了呢，就是我学上次学了500遍，消除脑子里的杂念。对呀、杂念多的话，不是完全靠小房子的，是靠你平时的静坐呀。你有的时候在家里安静一点，脑子不要想。那么你如果实在杂念太多，你就学白话佛法呀。学的时候脑子里都转。啊、现在对呀、啊，你完全脑子转在白话佛法上，其他的脑子就没有了呀。听不懂啊？现在天天心里感恩菩萨、感恩师父，以前读书读了都没学过什么，都忘记了。现在全部把个字学过来了，就是感恩菩萨、感恩师父，这么好的法门给我那个字忘了，就全部拿过来。哎，好了。天天早上起来就感恩菩萨、感恩师父、天天要感恩，好吗？好了。是啊，是天天要感恩。好了。请师父帮我看一下我的莲花，号码是27490。你吃全素了没有啊？吃了3年多了。有没有吃回去过啊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没有。再讲一讲号码，再讲一讲。27490属牛，59岁。嗯，莲花不是太好，有一片叶子有点发黑呀、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嘛？你就好好的改呀，好好的改毛病啊。你可能发脾气的时候讲话讲过头了呀，发脾气的时候骂人了。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了，我错了。再见了。是什么事情导致我这个业障？讲过了，刚刚都讲过了，叫你不要嘴巴的乱讲，又有杀业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以后、因为我刚刚看你，我就索性讲给你听吧，因为你晚年你会有一点老年痴呆的，听不懂啊？啊，那这样，那错了。你知道老年痴呆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记不住，什么事情都记不住。是的，说的对。哎、现在就这个事情都说了就忘了，现在就这样。现在知道了，白话佛法。这就是，所以你赶快学白话佛法，再吃点卵磷脂。我学了就记不住啊，师傅，对不起。吃点卵磷脂，吃点卵磷脂，然后呢，锻炼自己记忆。就是经常读，读了不要忘，那么经常读了嘛，他就不会忘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好了，师傅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了。好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自己的一站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